就是这个禅宗啊，有一个故事是足有名的，就是啊，讲一个禅师，伊叫做金碧峰禅师。这个金碧峰禅师啊，伊的禅定功夫啊，真正修到有够好呀。伊也是入定了后啊，你要找伊这个心识啊，就是讲你要找这个灵魂啊，找袂到啊。但是你找袂到，咱人总是有寿命。有一天啊，这个金碧峰禅师啊，伊嘛过入定啊，不过伊的寿命已经到了。这个阎罗王啊，就派两个小鬼啊，要去甲伊掠来地府报道。但是这两个小鬼啊，到伊住的所在，要找这个金碧峰的身世，安怎找都找袂到，因为只有看到伊这身体伫遐坐尔，找伊的身世找袂到啊。当然，你找无这身世，这两个小鬼伊是无法度倒转去甲这个阎罗王交差啊。所以伊就甲这个土地公请出来，伊讲这个金碧峰禅师，伊的身世到底去倒位呢？这个土地公就讲啊，伊讲啊，这个金碧峰禅师啊，伊这禅定功夫足厉害啊，伊只要一定，你就无法度找到伊的灵魂了。但是这小鬼就问这个土地公，那安尼要安怎予这个金碧峰来出殿呢？这个土地公伊就甲这两个小鬼讲啊，伊讲金碧峰这个禅师啊，伊普通时啊，足爱一个菊花，这个菊花就是这个皇帝赐予伊的呀，伊足爱这个菊花，你也甲这个菊花刻出来。甲伊嗲嗲个出声，伊就会出阵啊。所以这两个小鬼啊，听着这个土地公安尼讲，伊就去找出这个玉盘，伫这个金碧峰禅师的耳仔边啊，甲伊嗲几声。结果啊，这个金碧峰禅师啊，有听着人在嗲伊这个玉盘的声音嘛，伊真正就出阵了。结果伊一出阵啊，这两个小鬼把这锁链啊，就套伫这个金碧峰的颔仔骨咯，所以就把伊套掉呀。金碧峰禅师就无在搭走。所以啊，禅师啊，这时阵啊，伊感觉讲，伊得感冒，因为伊今仔日就是担心这个玉盘有损失，所以出庭。较好，这个两个小鬼锁掉伊这个魂魄。但是金碧峰禅师伊嘛足巧的，伊啊，伊就问这个小鬼啊，伊讲你是安怎有法度把我锁掉的？伊讲因为你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你出定啊，我才有法度啊，把你锁掉。这时阵呢，金碧峰禅师伊就感觉讲，伊还阁得着这个玉盘，所以伊唔对啦。但是啊，伊就甲这两个小鬼参详啦。伊讲啊，既然我予你锁掉呀，那呢，你这个玉盘是毋是会当哦，予我阁摸一下，然后啊，我甲对你来去。这两个小鬼啊，伊就把这个玉盘给这禅师啊。结果这个金碧峰禅师摕着这个玉盘了后啊，伊就把这个玉盘放在涂骹，甲伊讲个话，然后伊阁入定去了。所以啊，这信息伊阁无去啊，小鬼嘛无在调，阁甲伊抓着了，因为伊的工作犹如妄想分别得着，伊拢完完好好。所以这金碧峰禅师啊，伊就留
一首曲啊，伫即个佛门禅宗内底啊，足有名。伊讲啊，六百了我金碧空啊，除非所念，体念所虚空，虚空若是所会了啊，才来了我金碧空啊。所以这首偈啊，伫这佛门啊，内底禅宗啊，足有名呀。所以啊，咱为这个故事，咱就知影。如果咱来生活内底，要搁有遮空挂的物件，咱就无法度通去西方。所以这物件啊，当是毒素啊，当是污染啊，咱应该爱彻底的。会洗浴清净，提起这个正念，这个正念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真正的布施。这是第一类。那安尼，咱来讲第二就是乞丐。乞丐每角啊，只有两句话啊，就是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！换一句话讲啊，断恶修善，这就是戒律的精神。诸恶莫作，这是修行戒，就是度善之心啊。众善奉行，这是属于大乘戒，就是讲大乘戒。是以大众在做伙斗阵啊，咱念念一定爱利益大众，所以啊，凡是自私自利的东西恶，凡是利益别人的东西善啊。这个古早时阵啊，有一个诗人叫做白居易啊，伊曾经啊去问一个禅宗的禅师啊。就是教我修禅师啊，伊讲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是啥物货啊？这个教我修禅师的禅师就甲伊讲啊，就是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结果这个诗人白居易啊，伊就哈哈大笑啊，伊讲啊，这三岁囡仔拢嘛知。但是这个鸟仔修禅师就回答这个白居易啊，诗人讲啊，伊讲这两句话，三岁囡仔懂知啊，唔过啊，八十岁老人啊是做袂到啊，所以啊，咱就知影这两句啊，咱真正爱好好啊去做啊，把它做到。所以啊，修学大乘的人啊，起心动念，当爱想到要安怎去帮助别人，要安怎去成就别人，这就是大乘菩萨初种的心态。那安尼，咱搁用现在话来讲，这个乞丐就是修学，学佛的人。一定爱修法，佛讲的四弘誓愿，这是法。咱无遵守啊，那安尼咱修法就无法度成就了。所以一定爱遵守四弘誓愿的主题。佛教咱世界团体生活，佛制定的基本戒条就是六合敬。那安尼，咱有做到。如果若无，咱也安尼啊，咱以后要住咧倒位啊，咱家己是足清楚的。所以啊，学佛的同修啊，咱头壳一定爱冷静啊，咱爱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啊，观察甲清清楚楚，厉害得是就摆在咱这面头前。这东西的期待
起来，咱就做简单的解释到这。那安尼，咱就要来讲第三律。第三律就是忍辱。忍辱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忍耐、坚毅。咱爱有忍耐，咱才会当来成就啊。咱一定爱知影，合福是大福的啊。虽然咱常常咧讲念佛这个法门，伊是一行法，就是简单的一法门。但是如果你若无耐心的话，嘛是同款无法度谈到成就啊。尤其咱现在这个环境，五浊恶世，浊恶到了极处啊！有一个环境。爱忍耐，咱啊日常生活运动啊，过了较清苦一点嘛，比较较好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因为你一个人生活到伤过舒适的话，伤过啊超化的话啊，那安尼西方旧世界你就无想要去啊。所以啊，咱普通时啊。生活较苦一点嘛，较好啊。念念嘛，有出离的心嘛。纵然咱有假的财富，嘛是过了较清苦一点。生活欠落来一点啊，来帮助别人。那安尼，精神舒服，安尼就对了，安尼就正确。在这个中国历史上，我们这个十三代印光大师，他同解佩服的，就是范仲淹先生。他在这个文抄里面啊，大师常常有提起啊，中国自古至今，在这个历史上啊，有三位了不起的人物。第一个，大家都知影，就是孔子啊。孔子啊，伊一生积功堆德，伊这个功德积了是有够高的啊。伊这个子孙啊，一直到今仔日啊，还阁受到这个社会广阔的尊敬。这是祖先积累的功德啊。第二啊，就是范仲淹先生。咱来知影范仲淹先生啊，国家给伊的薪水啊，伊家己啊，伊的薪水是非常的悬啊。不过伊家己本身啊，是欠长内多啊，足欠的啊。将家己啊的薪水啊，伊饲我300多家口啊，你家看卖啊，伊家伊所有的薪水啊，饲300多家口啊，而且伊阁兴办这个学校，所以这个范家一直到民国初年，这啊800几栋啊，伊的家道啊一直拢无衰微。所以咱看这范仲淹先生伊积的功德，看有多高。第三，就是清朝初的叶宗元。这叶宗元伊嘛是世代积功累德，一直到这清朝的晚年啊，这300年啊，因的家道嘛一直都无衰微啊。所以佛甲咱讲啊。修福是无别个啊，家己真正会当来克服，家己真正会当来忍耐，把家的力量啊全部奉献出来，利益社会大众，这啊都是咱民族的榜样。讲实在话啊。